天助我也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没想到我想尽办法要置马永贞于死地，到头来却不用费吹灰之力。看来想要马永贞命的人，远不止我一个。哼，罗湛，备车，我要在七重天宴请段大帅和日本领事田中先生。是老大。 罗湛，什么事？你告诉我，孙继生现在在哪里？你放心吧，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哎，你告诉我他在哪里？我要去找他，我要跟他在一起，马上。他现在应该上船了。哎，段大帅，其实也不必太过焦虑了，既然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。 想那马永贞和孙继生就算插翅也难飞了。白老板，我今天来不是要和你谈这件事。哦，原来还有别的事情啊！段大帅不妨直说。白老板，我们医院明天有一批货从日本运来，方便的话，希望能暂时存放在白老板的码头。<笑>我以为是什么大事呢？ 不就是要用我白家的码头和货仓吗？这批药非常重要，所以还请白老板严加看守，千万不能出任何纰漏啊！啊，到时候我也会派人去看守的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啊，段大帅、田中先生，请你们尽管放心。如果我白家连自己的货仓码头都看不住，那岂不成了笑话了吗？<笑>那就有劳白老板了。 哎呀，田中先生不必客气啊！来，来，这么多人，没放行啊？对呀，怎么了？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没事就来，着急呢，我得赶紧走啊！是啊，你赶紧走。哎，怎么？嗯，你证件。 我不能不管他。可是，这……小丁，对不起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菊池，做你认为对的事情，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的。小丁，谢谢你，真的要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带我进剧团，我可能还活在自己封闭的世界里。 不知道自己会是个什么样子。不过我现在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，你明白吗？我不知道我现在该开心还是该难过。不管怎么说，菊池，我祝福你。 我祝福你和马大哥开心快乐，保重。走吧，去吧。
我看您最近不太舒服，要不我叫菊池在外面帮您买点药，好好调理调理。哎呀，其实也不碍事儿的，就是这几天呀，总是做梦，梦见你妹妹。娘，虽然白小蝶跟素贞年龄差不多，而且肩上也有刀伤，但单凭这些东西很难说清楚。所以我想啊，这两天抽时间去问问小蝶姑娘。罗大哥，马大娘。罗湛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段大帅和田中有一批货放在我老大白来利的货仓里，他们说这批货很贵重，可是我想应该是和细菌试验有关系的东西。他们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运到医院？最迟不会超过明天，所以白来利让我在他们把货运走之前把仓库给炸掉。炸掉仓库？白来利要把他的仓库炸掉？老大，怎么样了？罗湛真的去找马永贞了，而且我看到马大娘跟柳菊池也在。他在哪儿？闸北的一个小院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罗湛真的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。老大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正好让罗湛跟马永贞去炸了那个货仓，之后我会亲手把他们两个交给段大帅，这样一来既可以毁了那批货，又可以借段大帅之手除掉马永贞，何乐而不为啊。老大，马永贞怕是不会轻易露面的吧？只要他知道柳菊池在我的手里面，还怕他不来吗？北车，我要去大河道场走一趟，跟木村好好聊一聊。是。马永贞，过了明天，上海滩可就是我一个人的天下了。兄弟，没事吧？啊哈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我进里面看看。啊啊，好。就是这里，我们动手吧。
你绝对是合格的。但是你别忘了，你也是个中国人，你也有亲人。如今日本人做细菌实验，残害我们的同胞，残害我们的亲人。师父，你走吧，我不能走，我一定要把这里炸毁。师父，你放心吧，这儿有我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但是你记住，要替我好好照顾冷翠，让她好好的活着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，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进展下去了。我怎么向天皇交代？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天中先生，你把问题看得太复杂了。不就是一个示威游行吗？我会派部队去镇压的。已经晚了，你可以压住他们的示威人群，但你压不住他们的心。你把我打死了，你也不能活着出去啊。我就没打算从这活着出去，我愧对天皇，我没脸再见他。爹，爹，爹，我来晚了。爹，爹。马大娘，您是来找我的呀，还是来找我爹的呀？如果是来找老大，马夫人来了。
他来干什么？他在哪儿？和小姐在客厅里。你女儿如果活着的话，今年多大了？23岁。她肩膀上的刀伤跟我的一样，都在右肩上，是小时候我带她逃出镖局的时候留下的。这天底下跟你女儿一样大年龄的多了，而且肩膀上带刀伤的也绝不止我一个，就凭这些您就认定我是您的女儿，这个也太好笑了吧。我前来找你是有些冒昧，跟你说了这么多实在有些荒唐，但是我确实想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女儿。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弄得清楚呢？我只知道我是被我爹养大的。小蝶姑娘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。您说。在你的左肩下面靠近后背的地方，有没有一块红色的像蝴蝶的胎记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你是我的女儿，你就是我的女儿素贞，你是我的女儿素贞。娘对不起你，是娘没有把你拉住，让你跑散了。素贞，是娘不好，这些年让你受苦了。素贞，娘这些年没有一天不想你，没有一天不惦记着你。那年你才2岁，娘带着你哥哥永贞一起从镖局逃出来，后面的人在追杀着我们，我们跑散了。等到娘回头再去找你的时候，已经找不到你了。奶奶，素贞，素贞，奶奶，好孩子，不哭，娘真高兴啊。娘要告诉你哥哥永贞，告诉他你还活着。我要去告诉他，我要去告诉他。你亲口告诉我，我到底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？马大娘她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？我是不是您捡来的？我是不是您的女儿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呀，你告诉我呀。小蝶，你永远是我的女儿。好了，我们破坏了田中和段大帅的细菌实验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。小河道、小岩，
你们跟罗大哥离开这里，避避风头。师父，我们不走，我们死也要和你在一起。是啊，马大哥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不能离开你啊。好了，这一别又不是永远不见。而且这一次你们跟罗战投奔革命军，是为了帮助更多的穷苦大众，而且这里还有我娘和一帮兄弟照顾，你们放心。师父，马大哥，罗战，麻烦你帮我照顾好他们两兄弟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们的革命军马上打到上海了，到时候我们和季生一定会再回来的。好，等你的好消息。嗯。马大哥，好了，兄弟，你自己多保重。你也是，一路小心。师父，那我们走了。走吧，路上小心。去吧。永真，永真，永真啊，永真，永真。白赖丽，你来干什么？你那么着急找马永真，想告诉他小蝶是你的女儿吗？马大娘，小蝶是我的女儿，她永远都是我的女儿。你们谁都别想从我身边把她带走。哼，我也不会让你有机会说出她的身世的。心狠手辣，小蝶是我白赖丽可以拿生命去换的心肝宝贝，我不能让你们把她抢走。但是我可以答应你，我会让她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生活下去。在上海滩，不会有人敢动她一根汗毛。将来我的一切都是她的。所以，你可以放心的走了。顺便告诉你，黄泉路上也不会寂寞的。过不多久，我会让马永真下去陪你的。你，这样你们母子俩可以永远不分离了。你醒醒，娘，娘，你醒醒，娘。永真，娘，永真，娘，永真，是谁打伤您的？是谁打伤您的？我找到你妹妹素贞了，白小蝶就是你妹妹。白赖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，她要杀你。
你快去找你妹妹。娘，快带着你妹妹离开这儿，不要去找白莱丽报仇。娘，你挺住，你挺住，我带你去医院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要管娘，带着你妹妹，找一个没人认识你们的地方。娘，你别说了，你会没事的。快离开这儿，快活的过日子。娘，好好过日子。娘，娘。在我手上，要想报仇，要想救你心爱的女人，可以就来七重天，我们做个了断。
只能有一个活着，今天你既然来了，我们就来个了断吧。 娘临终前叫你不要报仇，你难道连娘的话都不听了吗？让开！大哥，不管怎么说，他都养育了我20多年，算我求求你，我求你放过他。
云琛，我们不会再分开。 只能深陷在黑白之间，浓浓的雪笔描写人心灰暗的脸，滔滔的江水，就算心已累，却也无法转回。放马追逐你梦中的光辉明天，无尽的勇气。 眉目间那份情，那份潇洒，爱恋的往事历历在目。永不放弃，永不停息，今生永不离开你。野火飘摇，思念的空气里掩盖不了你的气。 Yeah.